在这个时代中啊，科技很发达，媒体呢也很昌盛，所以啊，要接到了外面的信息呢，很容易呀。那信息来得有没有正确啊？是不是善或者是恶呢？都分不清楚啊，所以是一种很危险的时代。可是呢，也是很发达的时代。想到了2000多年前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假如有现在的这样媒体网络啊，不知道多好啊！当初的中国的孔夫子啊，假如呢有这样的媒体网络啊，那不知有多好啊！可是呢，时代拉长了呐，现在呢，这样的时代人口又多了，所以啊，文明发达呢，有的时候偏差之毫厘呀，就是一千里哦。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西明大智慧。人类的高度文明造就科技的日新月异，随着发展越来越快速的科技产品，人类生活也产生巨大的改变。然而科技带给我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电报的美国发明家摩斯于1837年取得专利，让人类打破距离传递讯息。1878年起，爱迪生发明白炽灯，延长灯泡寿命，并大规模制造灯泡，从此点亮了人类社会。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 X 光，自此改变人类医学的走向。科技不断的发展，改善了人类生活，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2012年8月5日，美国太空总署发射好奇号，带着最新配备登陆火星进行探测，更将人类科技推向另一个高峰。科技是福，它开拓了人类未知的领域，而日新月异的资讯科技更让我们时刻掌握全球脉动。虽然呐、啊，我都是定位在金色里，不过呢，可以呀、啊，宏观到世界，神游苏州，我还到福鼎去了，同时呢，也到了德州达拉斯去了，啊，好几个地方我都绕了一趟啊，人不动啊。可是呢，游世界去了，所以啊，这种的科技发达，真正的帮助了我们呢，也发挥到了，也是见证到了佛陀的这科学观呐。20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他呢，都对。我们大家提起了神足通，还有呢天眼通、天耳通，还有他身通，还有宿命通，还有无漏通，哦，哇，总共有六个通啊！实际人都很有福，人人都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只要呢，你们在这
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啊，你来呀、啊，我往啊，来来去去，我们都非常的贴近啊，可以呢，不只是贴心啊，还可以呢，听到了彼此的呼吸声音哦。看，这不都是天耳通吗？这都不都是呢天眼通吗？这不都是呢神足通吗？我从来没有出国过啊，看能现在呢，走过了70多个国家，曾经有慈济人的足迹啊，去抢救啊，去布施等等呢、啊，还有50几个国家，人人呢都可以呢同时培训，那这也都是呢，因为现在的科技，佛陀说啊，神通。我也相信了神通啊，是不是神通在这里我说话，其实呢在其他的哦，只要有分支联络处啦、啊、只知道我现在在说话，他们一开呢已经啊全省都听到的哦，不只是在花莲你们听到，在全省听到，不只是全省，也上了太空啊，要撒下了地球呢，只要知道这个时间，那他们都可以及时听到，不只是听到，还可以看到啊。1990年，英国伯纳斯里发明了网际网路，使得短短20多年之间，人类社会模式产生巨大的改变。据最保守的估计，每天至少有超过2500万人与100万部以上的电脑经由网际网路而被串联起来，而且这个数字随着进步的社会每天不断地增加之中。网络的演变使得资讯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也加快正法传递的速度，这是当年佛陀时代所无法实现的境界。在佛经里面就有这一段的故事啊，一个小城市里一共呢有9万个人口，那这9万个人口啊，你问他说，佛陀已经来到我们的小城市，你听到过吗？也许他们呐、啊，摇摇头。什么叫做佛陀？从来没有听过。那另外的问说：“那你们有没有听过有这样觉悟的大觉者？名叫佛陀。”来到我们的城市，你知道吗？哎，也许呢，他会说，哎，有听过。那你看到吗？没有，所以只是闻耳，没有看过。那另外的，再问问说，你听过吗？看过吗？哦，听过，不只是听过，我也去亲近过，而且也听，亲自听到佛陀的说法，啊，真的很庆幸啊！9万人当中呢，2/3没有听过，没有见过，所以啊。只有1/3呀、啊，听过、见过，而且闻过佛法。科技让现代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善法，同时也让慈济的理念遍及世界。每天上午7点开始的志工早会，透过视讯连线，
全球32个国家都能同步聆听正言上人的开示，借由媒体科技同步关怀天下事。我觉得是我一个精神的食粮，也让我今天一天的精神或者是体力或者是各种的，我觉得成长很多。这么样的容易的呢，大家就连线到了我们这个早会里面去。你看从前的人要听法的话，哪里是那么容易呢？还要深山涉水的，这样子才能够听得到。想一想，我都哪里都没有去啊，为什么这么遥远不同的国度里，人人都是天天看到，而且呢天天都可以听到我说话，真的是一个好缘。因为你我都生在这样的时代呀、这个时代是科技发达的时代。今年的七月吉祥月，慈济志工除了在各地举办祈福会，也透过卫星连线同步与花莲静思精舍虔诚礼拜地藏经，很庄严，心里很平静。好，这样子哈，很多寄托，想为自己祈福，为众生祈福，这样子。慈济人呢、天天都在行善的，那透过呢七月特别的祭祖，大家呢全球慈济人共济善念，大家一起来共修，能够引导大家呢能够有正知正念正信。台湾呐、这一个月当中呢，精舍里啊在诵地藏经，感恩现在的科技啊，让我们呢能从花莲呢、透过了大爱台的卫星啊，打上了天上，又是撒播下来哈、哇，有多少国家哈、都一起来诵地藏经哈、有登记的哦，接近70,000人。都是同步哦，真的也很感恩呐、现在的科技哈、起点从台湾开始，那发射出去撒播下来，有这么多人同时呢送了地藏经啊，可以说经典在空中啊，这样的流哈，拿来净化人心啊，真的很感恩呐。而当灾难发生，无论海内外，前进到第一线的慈济志工，也是透过视讯连线，及时向上人回报勘灾赈灾的进度。这个物资哈，全部已经到位了哈，然后也联络好了，那这个。预计是在那个星期天的，那因为这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紧急的将我们已经准备好的物资呢能够及时的哈送到灾区，那这方面呢是礼拜天我们有一个捐赠仪式，看到了受灾灾区的情况，的确是很不忍心呐哈，期待我们慈济人所做的事情呢总是要适应他们要用的哈，那人少就是当然，就是给的就比较量比较少一点，一家人多一点，那当然我们就要给他量多一点哈，这就是合理发放哈。因为科技，人们紧密地串联在一起，任何意见与关怀都能被及时传达。但如此快速发展的科技，却也制造了人类另外一个危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出口国，广达67公顷的绿林被不孝业者私自开发盗采稀土，现在变成光秃秃一片。盗采的稀土被送到工厂加工，工业废水直接排到山谷，又污染当地水源。农田不能种植啊，
啊，连牛吃了这个草地都要死掉的。稀土之所以被盗采，是因为稀土是许多高科技产品必要的材料之一，因为珍贵，所以是许多国家抢夺的目标。但在开发稀土的过程中，会造成土地严重的伤害，因为必须先用强酸性化学药剂毒化，才能使得稀土浮现。这也是人类追逐科技下所遗留的恶果。比如说现在这样的科技大环境啊，我们要明大实惠，人人啊手上一支，好，我也让大家人人手上拢一支，这个哦，电话跟电脑还会呢，可以玩电动玩具都是伫你手机的内底哦，吼，那好厉害哦。可是呢，可要知道，不管你是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呢，现在什么脸书啊等等啊，还有呢，还有伫我面头前的摄影机啊，还有呢，要这个飞太空的太空梭等等高科技的啦，所有的呢，少不了那一种稀土，因为呢，在大陆啊，已经这那一片土地呢，挖的哈、破坏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整片土地呢都已经毒化掉，万年不腐啊，没当过恢复都回来哦，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破坏很大。稀土只是冰山一角，人类为了发展科技，制造许多科技垃圾。《远见》杂志2005年曾报道，根据美国矽谷毒物联盟估计，美国在2004年底前已经报废3亿多部电脑，其中有毒金属含量相当庞大，铅重量达12亿磅，镉达200万磅，汞达40万磅，六价铬也有120万磅。虽然稀土对大地的破坏没有在台湾上演，但其实早期台湾也曾沦为其他国家的高科技垃圾场。西元1970年至1990年初期，美国的废弃电脑等科技垃圾就曾经大量运输到台湾进行处理，并且集中在台南市湾里二仁溪流域。二仁溪是台湾受污染最严重的河川之一，其中最主要的污染源包括了工业废水、电镀废水以及废五金的酸洗废水。这条溪曾经因为乌黑恶臭被封为台湾黑龙江。这条台湾的黑龙江经过整治10多年仍尚未恢复，河畔边庞大的废弃土壤足以说明科技带来的不仅是便利，还有难以挽回的大地浩劫。成就科技，人类付出代价，但面对势不可挡的科技狂潮，正言上人呼吁现代人，既然科技毁坏大地已经造成，我们就该善加利用科技，做对的事。这种的高科技的电脑呢，我们要好好的可以利用它，已经呢已成啦，已破坏啦，把它起来啦，在人人的手中，我们要珍惜它，因为它已经呢，为了它已经呢破坏了大地，污染了天地啊，所以虽然我们很心疼，心疼已经没用了，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利用哈、那我们可以呢利用这样的电脑网络啊，看看法，我们要法入心啊，我们呢要好好的利用它，要利用它来净化人心。大地既然被毒化了，我们呢就要利用它来净化人心。
科技对大地的破坏已成事实，唯有将科技运用于善才是正途。但由于近年来网络普及化，网络渐渐成为人心浮动的根源。突尼西亚的茉莉花革命便是由网络串联。另一方面，在索马利亚的内战中，自从政府军把青年反叛军压制下后，原本拿枪杆的青少年开始玩起了线上游戏。We do not have anything to do, so we play video games. Rather than joining the militia, we prefer to come to the video game shop. 2009年，伊斯兰激进团体青年党掌控首都摩加迪修，实施严格的宗教法，禁止青少年看电影、踢足球。直到政府军重新掌控首都之后，才解除了这些禁令。After I returned to my neighborhood, I realized that there's a need for video games here, so that the young boys can enjoy themselves. I opened the shop from 7 a.m. to 10 p.m. My hobby is playing video games. I spend my mornings and afternoons here. I also get my friends to come along and play with me. 这一开放啊，的确变成了文明时代的危机。看到了那样的简陋的帐篷啊，看到了孩子在里面的玩的电脑，已经呢都开始这种人祸消弭掉了，可是呢已经变成了心灵灾难了，又开始了。这都是在索马尼亚的这样的文明到底呢是福或者是祸呢？在这样的普天之下，平常我们的希望都是在青少年的教育，在青少年未来呢，要为天地承担起了人类的责任。可是这种的文明啊，已经毒化到了这一大群的青少年，看得实在呢很担心哦。事实上，台湾10%-15%的青少年和大学生有严重的网络成瘾问题，不论是电脑还是智慧型手机。今年24岁的谢同学每天至少上网8个小时，每天都会很晚睡啊，然后每天大家都2-3点才睡，就是为了玩游戏。比较没有朋友，因为朋友约就不会想要再约你了，因为你都不在啊。没办法使用网络的时候，他会情绪会比较忧郁啊。假设家人干涉的时候，他会情绪会暴躁，他会丧失的一些社会的或者一些学业的或者一些休闲活动。沉迷网络，分不清虚实，原本拉近彼此距离的科技，反而使得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现代的人呐，也是因为呢，现在的科学让一群人呐，就走入了这种的科技之病啊，吼。因为现在电脑太发达了，所以呢，现代人的通病啊，就是呢，太有常识了，那手之障啊，变成了痴迷啊，贪嗔痴了，因为呢，这个电脑的发达，网络的发达，现在多少多少年轻一辈的呢知识分子啊，因为电脑呢把它引入了黑洞，无底深坑里啊，不能自拔，迷失在这样的网哈，那这亲像去自投罗网去啊哈，啊，既然呢投入了这个网呢，你就跑不出来了哈，所以啊，迷以虚幻里哈，这个网路呢，本来就是一种很虚啊哈，但是呢，人人都是现在呢都投入在这样的这种的网路里面哈，所以也迷失掉了自己。
己，连自己的家庭不守家庭了，亲情的操守也都迷掉了，所以会变成了家庭伦理都乱得一套糟啊，这呢都变成了一种心理病态，心理病态也都有了，所以变成了一世主呢成千古恨啊。家住新店的黄鸿明曾经也有过一段迷惘时光，原本想要规劝儿子不要沉迷网络，但没想到游戏中的虚拟世界却让黄鸿明深深着迷，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打到晚上都不想睡觉啊。我家师姐说干脆你就把棉被搬到公园去，电脑搬到公园去打，才不会吵到人。电脑里面的虚拟情境往往是现实世界中所无法满足的，在游戏里面它可以天马行空，恣意妄为。它那个网络是属于一种虚拟的世界，进到那个虚拟世界呢，就是等于说没有什么约束感，也没有压力感，就我行我素啊，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等于说一个整个精神面来讲都在里面，就等于都放松掉了。它里面虚拟来讲，它还是等于是一种那种情境好像比较属于残暴，就是说弱肉强食的那种感觉，等级越强就越能够去欺负人啊，越能够去杀人。虚拟世界投入时间太多，现实生活就越来越无法兼顾。每次离开电脑后，黄鸿明总感受到生命莫名的空虚。因为你如果说在那个游戏玩一玩，你退出来以后，你会觉得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只有太累的话就倒下去就睡了。睡醒又不知道做什么，赶快再来进入这个游戏世界，就等于是好像人生都没有什么目的。他想要去辅导他的孩子啊，但是呢他要教子很用心，但是反而呢这一分心啊自迷了啦，这一迷啊比他的儿子呢更深呐，所以呢变成了本来是一个人迷，变成了两个人迷啊，父子呢都迷在这样的电网这个电脑网络中啊，那一种的探路迷途的风险呢更高。伊想讲安尼去探入去内底迄个路看嘛，家己煞未晓转来迷途啊，就是呢不知回来吼，这实在也是很危险哦。所以我们应该呢觉与迷啊，都是在一念之间呐。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选择这个网路呢。不要被网住啊，我们呢用在呢真的需要用的世界里，那就不一样了。同样的心到外面去游览，跟回归自己的心地呢，这样的游游爱的世界里，那就不一样哦。黄鸿明沉迷网络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到有一天慈济的师兄看到他电脑技术很纯熟，决定邀他加入人文真善美学习剪接。虽然一开始他不是很乐意，但是这一剪却让他意外地剪出了生命的意义。师兄师姐就说我们这个影片是要宣导一些上人的理念宣导人家行善就开始有一个方向性，越做就越觉得有兴趣，这个比打电动真的是比较好。一方面呢可以劝人家嘛，还可以宣扬一些善的一些理念。从科技之中找到行善的意义，
对于走过迷惘的黄宏明，科技究竟是福还是祸，他的心中有了更深层的体悟。现在他拍的片子都很好，剪的呢也很好，那他的太太跟他的妈妈都被他呢这一念用心以正确的方向而所感动。看这样的兴趣，从那种的网络 的电玩转为了电脑剪接啊，那从改不掉的习气啊，也一下子把它戒掉啊。那在慈诚队里呢，真的也是典范呐，吼。现代社会当中，像黄宏明一样沉迷网络的朋友其实不在少数，尤其是熟悉网络操作的年轻世代。金车教育基金会就曾进行青少年网络调查，发现有44%的青少年一上网就停不了，63%的人网络一断线就生气。对于网络上的霸凌，有43%的青少年淡定回应，另外有34%的人坦诚曾经在网络上留下不雅文字。隐身在虚拟网络后面，许多网友甚至利用群体力量霸凌他人以及口出恶言。透过网络连结，现代社会的传递速度比起任何时代都要快速。过去一句恶言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传到当事人耳里，现在只需要一个按键，瞬间就能让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人都知道。科技加速造业的速度和范围更是过去的千百倍。其实科技只是一个工具，它没有对错，也没有善恶，一切唯心造，这也是现代人该好好深思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呢要把这样的科技呀，只是一种工具，增加我们的见闻，了解呢啊，普天之下到底什么生态，提高我们的警觉，让增加我们的知识，如何呢？人际之间要如何来结合？哈，我们应该呢要用在呢正面的。假如呢一点点的偏差了，那就差的千里哦，那一失足了，成千古恨呐、啊。所以常常说，差之毫厘啊，失以千里。要不然的话呢，现在科学发达也很好啊，在学术上呢也帮助很大，在医疗上呢也帮助很大，它可以救命啊。也可以呢成长慧命啊，吼，但是呢一旦迷了，迷入了网中了，那你就不能自拔。你们呢要好好的预防啊，这样的投入自讨落网，吼，不要这样子哦。我们呢进去探讨，赶快飞出来，不要呢就是迷在那里，黏在那里，那就很可怕咯。好，来，还是时间呐、啊、科学再怎么发达，它都无法停住时间。科技福与祸，端看我们自身如何运用。因此考量到科技与生态之间的平衡，慈济也开发专属电子书，将所有旧法新知通通收入电子书当中，一方面减少纸张的浪费，另一方面也能随时随地阅读佛法。纸张思考，一张纸的来源呐、啊，是从哪里来，追究追究，不断地追到了纸张的来源、啊、是砍树
所以啊，一阵的惊觉吼，真惊觉啦，会想到了哦，大地呀、啊，大山被砍伐，原来呢，这个大树制成纸张，所以啊，就会要大家呢，伸手把纸张剪叶吼，咱来去捡起来，去节约起来。我们呢，通通用电子书。那这样的一页一页的翻呐、啊，想，假如不是用电子书啦，这一次的开会要用那么多的纸，可是。电子书的过程啊，过去啊都是在这样的科技发达，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曾经有过污染的啊，一直呢从时代的进步啊，从火车的开始，加快了人类的脚步啊。接下来的就汽车，接下来就轮船，接下来是飞机，不断不断的进步，同时呢，有科技不断的发达，那石油的燃料的发现啊，那一切的一切啦，不断的在。开发不断的在污染，不断的脚步加紧，等等，这呢，一直到现在，我们感觉到说，既然科学这么的发达，我们是不是呢，能也来开发个不要伤眼力的，而且呢，节省。电力的消耗，那就是借重了现在的科技，所以呢，我们就跟华硕呢共同来开发出了这样的电子书。小小一本电子书，里面容纳了无尽的智慧，能够随时吸收善法。年过七十的刘晨美月，她在半年之内利用零星的时间就能读完上万字的经书。看到《无量义经》啊，《四十二章经》啊，还有《三十七道品》啊，的经文啊，很多，甚至到我，哦，想不到我可以把那个《法华经》啊，800多页都把它看完，哎，我看到真的好欢喜哦。只要有心，即使年纪大，也能跨越科技的鸿沟。85岁的朱席妹，即使不识字，现在也能用得很顺手。哎，奶奶哦，什么要学习什么电子书了？啊，我孙子说在那边哈哈大笑了。哎呦，奶奶快着90岁了，还要去学习那个？哎，没有关系，如果人家要学一天，我可以学10天呢、啊。这佛法这篇哦，咱的词句啦、句法、心地，所有的资料拢伫个这个所在，恁拢会当看到。今仔日倒位发生什么代志，你有这篇，马上今仔日就知影。咱的住在天下的新闻，拢伫个遮，咱所有的总经啊，都可以放在这里。还有呢，这篇吼、哦，我听。咱的电脑组安尼讲，伫咧研发的这篇是我那加入因的小组伫咧研发呢吼。那因为呢，我都甲因讲啊，恁吼爱用爱做出了我会用的咧，阮这个年龄会用啊。你看会当吼，甲遮大字呢，好啊，嘛会当塑胶吼，少年人的字呢，
啊嘛会当讲吼，啊，我要家己这个看到咱的夜刊，这句真好吼，啊，我要来选这句来放伫倒位，我要甲大家人分享。我无爱看规本，我要甲一句，或者是静思语，我今仔要甲大家人分享，重点写写咧。那然后呢，哪一句话多么好，就放到这里来，随个搬过来，真方便呐、啊，可以用。时候你都可以拿来读啊，那有没有话去会众那边跟人家分享啊？在会议的时候无纸化，所以呢，在我们在和合互写的时候，我们这些开会的每天每一个月都要印三四百份的这种这个会议记录，我们就推动说，哎，大家都用电子书，不要再用纸张了。对我个人来讲，帮助很大，因为我现在是每天早上的进士申请我也可以记，然后志工展会的时候我也可以记。证言上人也呼吁，面对网络媒体，应该学习孔夫子“则不处人，焉得志”的智慧，选择收看好的媒体，才能接受到良善、正确的观念。孔夫子也说啊，得不弃林，焉得地，就是选择要居住的地方，要相处的人，都要有仁德的。这样才是有智慧的啦。可是不知道住的地方在哪里，朋友是怎么样的人，我想普天之下没有我们不能信任的。不过呢，我们有一个很美很好的环境，那就是大爱台，随时呢都可以陪伴着你，你随时呢都可以在大爱的环境中呢去听看，启得普天之下大爱实际人的典范，都可以学习的啦。所以呢，我们要把握现在这样的科技发达，还是要紧紧的把握住啊！将科技用于净化人心的，还有这一群慈济青年，他们发起环保日不落的活动，将脸书上的按赞的功能发挥到现实生活当中，号召年轻人用按赞的双手做环保。今日参加して、そう、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前からしたくて、今日やってみてすごい楽しかったです。心がすごい綺麗、気持ちよくなりました。Once I really got into it, I was really excited. An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help so many people is really great.全球慈青20周年了，我们全球慈青哈同步一起来进行这个环保，不只是在 Facebook 按一个其他的赞，但是今天也是可以用我们的双手来一起来做环保，这样子回到校园后也可以带动同学，甚至可以带动我们的同学的家人啊一起来做环保。用脸书啊，这样的互动起来，大大小小的国家，只要有慈济人的地方啊，都是呢在环保推动。看着看着，都会感觉到很安慰啊，人能红火啊。的确，只要把人心启发，爱的力量汇合，那也就是呢，对人间与地球帮助就很大了。总而言之，慈亲可以串联人人呢，就是这个。青年菩萨自愿在人间付出，那么为守护大地呀、啊，要如何呢？发挥年轻人的正向，他们可以彼此联络的，互相的
勉励啊，那这种的日不落的环保呢，看到他们啊，不管在英国、法国、美国、澳洲等等的国家的孩子们啊，都动起来哦，却街道巷尾去宣导环保，还要弯下腰呢去身体力行哦。看到这一大群的孩子呢，真的感觉到我们人生真有希望，这种的亮丽的人生啊，那这么的正气，这么的花心里面都很令人感动。那多伦多紫金爱地球，进行施工上人莫忧虑。科技是传递善法、利益众生的工具，还是祸延大地的罪魁祸首？这一切都操之在你我的手中，人类才是决定科技福与祸的真正关键。这种科技发达，本来都是破坏大地、污染空气啊，可是我们呢，能把这样的发达的科技呢，应用在净化人心，导向正确的方向，那倒也是呢，值得。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方向正确，应用的科技啦，那就是对人类有帮助哦。现在真正的呢，这样的危机啊，唯有呢，把心啊，心机一转，把人人的生活呢，安分一点呐、啊，呵护的大地，敬天爱地啊，我们呢，要多去扶远哈，人人啊，做一寡好代志呢，不是更好吗？